大家好呀，我是燕子，今天是正月初三，我今天做了一条这个锦鲤手上的带，也应夏季，也祝大家2022年鸿运当头。用到的线材有72号线的中国红、枣红，12股的金色、浅金色，还有3股的浅金色，4根线裁剪出1.3米左右就够了。我们对折，然后取中间的位置，做动态，要做一个扣眼。叠起来，按纹路旋转过去，这样子就是一个扣眼了。拿3股线在这个位置编一小段绕线，然后来作为固定。拿一个32位的圆盘，中间戳一个洞，把绳子放进去。我这个是以前用过的，弄得很脏，这样子排序的，你们也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顺序来排。我们先将右侧的红色线拉到左侧来，我们要替代左侧的这个红色线的位置，就是它们两根线的位置要互换一下，互相调换。然后金色的线，上面金色的线要绕过浅金色，从红色的线下面绕穿一圈，然后要代替下面的金色，下面金色也要取出来，就它们是一个互换的位置。这根取出来的金色也是绕过它旁边的浅金，然后穿红色的这根线替换到上面，这是一组。然后下一组把酒红色取出来，换一下位置，浅金色绕过金色，从酒红下面穿一下，上面的浅金也要取下来，从酒红下面穿过，穿回到下面，就这两组一直循环就可以了。我们用3股线来再绕一段绕线，跟前面开头是一样的，4根线为一边，我们要来做扣子，这里编10节。看起来还是非常好看的，也可以在手绳里面加一个小吊坠啊什么的，就非常美了。